37岁的阿娇钟欣桐上月初宣布和小9岁的一届王阳明赖宏国订婚。先前她透露过年期间会找时间和准公婆吃饭，日前她出席活动表示双方家长已见过面。媒体好奇她给公公婆婆印象如何，阿娇自豪笑说，当然很好，因为我本身是善良的人。身为准新娘的阿娇不止变美丽，身材也越来越纤细。近来她在大陆拍戏，未婚夫会不会爱相随探班，阿娇称不清楚。而婚礼筹备进度目前正在讨论婚纱照，还没决定地点。至于和赖宏国婚后要住哪里，阿娇表示两个人都是为了工作得飞来飞去的人，所以应该不会和公婆定居在一个地方。目前她正在台湾找婚房，婚后她也不打算就此退出演艺圈，只是有更多自由可以分配自己时间。关于何时当妈，阿娇说自己一定会生宝宝，但要看时间缘分。更多精彩请下载中国 NTV。